期因为要不要一个小朋友而来到我们的舞台，来，掌声有请他们。男嘉宾张先生，27岁，来自郑州，无业。女嘉宾林女士，25岁，来自郑州，美甲师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想要孩子了？是。啊、哦，不想要。不太想要。怎么了？恋爱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外地嘛，啊，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，然后就是从开始谈结婚这件事情到现在吧，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挺多事情的。哦哦哦，让我对他也挺失望的，他说这些话很不负责任。哦，家里的事情他也不管。哦，还有就是他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要我先去妥协，我觉得这样在一起很累。来，咱们慢慢说啊。这个不负责任是吧？对。怎么不负责任了？像那一年是5月20号的时候要领证嘛，啊，然后5月初的时候他回来了，我们跟朋友出去玩，他跟朋友先走了，我去停车去追他们的时候，就是脚被别的车压着了，啊，住院了嘛。但是在我住院的第二天，他就又回去工作了，也没管我。我能理解他工作忙，但是我觉得我受伤了，他也应该能陪陪我会更好。然后到5月20号那天，我觉得就更过分了。那天本来说要领证的，然后我在医院都等了他一天，打电话没人接，发短信还没人回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主持人，那天是这样的，那天早上刚好是我们领导就是突然让开一个会议，然后我没来得及跟他去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，确实这个也怪我。后来证领没领吧？领了，但是在27号的时候把证给领了。27号领证那天也特别不顺利，因为我当时脚还没好，只能坐轮椅，他也不帮我拿东西什么的，然后就是，又让我父母回去又拿了一趟那些需要的证件。所以女生说不负责任是这么来的，是吧？对啊，他除了这个不负责任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呢？还有就是他父母身体都不好嘛，啊，他妈妈是眼睛看不见，嗯，家里面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啊，我呢就经常会去探望他们，就是没有正式结办婚礼的时候，啊，有一次我去了就发现他爸突然是昏迷了，我就赶紧打120给送医院了嘛。当时医生跟我说就是挺严重的，需要有人在这儿陪护，然后那我肯定要是问他嘛，这事该怎么办。他说的话就让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啊！他又说我工作忙，要不然让我叔照顾一下吧。我觉得父亲躺在病床上，你怎么把这事都推给别人呢？因为是我是在外地工作，离家特别远，然后就是家里有突发事情的话回不来。我叔他是我爸的兄弟嘛，是吧？然后既然是亲人又是兄弟，那让他去先照顾一下嘛，是吧？那也是就是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嘛。但是叔叔也不比他爸小几岁嘛，他就不考虑别人。所以女生说你看他不负责任啊。